在玩闹中，您该如何调整任务的排序？在任务页面，只能针对单一任务进行单元的排序。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任务管理功能，可以选按网页右手边的任务。在这边，您就可以针对每个任务进行排序的调整，也可以新增分类，将任务归类到不同的分类中。如果您想将其他群组中的任务复制到这个群组中，可以选按复制，就能从您的群组清单中选择想要复制的任务。按下加入，这样就能将任务复制完成。